要把广大考生和涉考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。当前距离高考还有将近4个月的时间，我们将密切关注疫情的发展变化情况，会同相关部门和各地及时评估疫情对组织考试可能产生的影响，审慎研究制定今年高考的具体实施方案，相关工作安排将及时向社会公布。谢谢。好的，谢谢几位嘉宾。